大伯公公面大家哈，顺顺啊，平安啊，快乐啊，天天都 happy happy 哈、啊，古代开始喽，来先听歌好么？好，来马上来安排咱头一位的歌星，那就是呢，哎，人气非常非常旺的刘荔枝。带来这一首《黄色的玫瑰》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刘荔枝。掌声！哇，这个叶叶弟弟好久不见呢。